南港瓶盖工厂是文化部研领中的首都铁道沿线工业遗产群中，在昔日南港黑乡仅存的大型工业地景，与华山酒工厂、建国啤酒厂、松山烟厂、台北机场同为台湾最重要的工业遗产。工厂内六栋建物虽已被文资审议委员会认定为历史建筑，但工业遗产首重生产脉络，单栋保存将失去其珍贵的文化意义。柯文哲市长选前承诺原地全区保留南港瓶盖工厂，北市府的东区门户计划却要在厂区中间开辟10米人行道，整个工厂即将面临四分五裂、瓜分开发的惨状，大片森林与被登陆的二战防空洞恐将不保。此开发工程引发文资团体抗议，今早北市议员李彦秀、立委陈学胜、文史团体及当地耆老李明数十人前往瓶盖工厂会刊，呼吁北市府将瓶盖工厂全区保留。一个社会，一个城市啊，一文明的平洲啊，伊是要看什么呢？看伊保留咱这个历史，保留这个文化的资产，而且平洲有直接的关系。大家目前开会的这个办公室，就是历史建物，就是历史建物啊、未来即将被破成两半啊、目前按照市政府的都市计划规划，那我。在瓶盖工厂里面，不止这个历史建物，未来如果开辟十米的计划道路，未来还有好几个重要的、很重要的历史记忆会被完全破坏掉。现在瓶盖工厂，它虽然已经有多栋被指定为历史建物，但是据我们所知呢，它的危机不只是这条马路而已。等一下我们可以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条马路它是怎么样会整个穿过瓶盖工厂，然后破坏哪几栋历史建物。首先你们所在的这一栋，你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它的梁柱就是一整个的过去的，所以它如果说未来这条马路无论它是开人行道还是做什么，它势必会做成严重的破坏。这整个铁路沿线成为市区仅存最重要还没有被高密度开发的一个区域。但是呢，如果我们站在市区整个台北市的角度来思考的时候，它反而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点，建立台北的一个绿廊，沿着铁路成为一个绿廊。他们现在连这一块一半的南基地他都要把它划分出去开发，所以如果说我们如果不站出来的话，以后我们留下来就大概只有前面这几栋而已，其他全部通通都不见了。柯文哲半年前选前，他跟文资团体艺文团体的陈琦他也承诺这一块基地，柯文哲市长同意全区保留。从中央到柯市长选前，都有同样的表达意见，希望是对于历史建物的完整保留。到底在选后碰到了哪些问题？柯市长要违背选前他对地方也好，对于文资团体的承诺。请问柯市长，你要不要就现阶段我们跟在地居民、跟文资团体，我们再好好的一次对话？千万不要开始动工之后，我们继续抗议陈情，后面才再坐下来协商，才造成后续包括工期跟厂商之间的更多的纠纷。因为刚刚有一直在强调说，这都市计划都已经完成了，但我必须跟大家提到说，我刚刚开始提到几个台北市过去20年来非常多的案例，证明这件事情未雨不为。那所以我在这边表达我的立场是，这件事情可以为，而且有案例可为，而且有法可为。那么如果台北市政府还是坚持立场说这边要做这个拆除动作，那么我会请文化部一定要积极介入，再用暂定补贴的方式，用时间来换取空间，我们详细来讨论到底南港居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南港瓶盖工厂的全区风貌。我们对于这一栋建物的完整保留性，
由中央主动来发动协助我们，哦，也发文给台北市政府，下个月九月份马上，九月份还有一个多月，九月份马上要动工的十米的计划道路，先砍刀下留人，先暂停。如果台北市政府决议一定要动工的话，我想在地居民一定跟他抗争到底。国际工业遗产保护组织他们在台北，是在亚洲第一次召开了委员大会，然后那时候呢，这个是我们非常荣耀的事情，也是我们最接近世界遗产的一年。那时候我们就签署了亚洲工业遗产台北宣言，因为我们签了，而且这很重要，就是代表说我们是有国际上的公约，我们要去遵守它的。那他既然没有遵守，所以他这边讲说要从国际层级、国家层到地方层级，你必须要立刻介入，而且是在亚洲选择在台北签的，是第一次在台北签署。然后这边他还有特别提到，你必须要以整体性的方式保存。当初我们提报，他现在说他只有半栋，那我们可以再提报一次，说他就是全部全区嘛，就以全区来提。对 ，OK， 那一暂定古迹的话，它是暂，它大概有多久的这个安全期？六个月啊，这六个月文化部必须开始派人来现勘鉴定，是不是？对，就是如果进入国家层级的话。OK， 所以现在目前看起来还算乐观嘛？我不觉得。你不觉得？因为他们已经发包啦。可是暂定古迹一下去，他就必须停了，所以必须要立刻。如果除非就是要确保真的暂停古迹，就是他审查程序马上开始。OK。那我们这边也会赶快再就是提报全区的文化景观。其他的委员他们也一直很关心，像比如说乡镇军，他之前有召开公听会，然后那时候他是关心整个铁道沿线的善终，北门到南港。有时候我们也是就是不分党派的，就是他们其实希望这个是一个全国性的事情，它不应该是、这个、我不知道像这个铁道沿线历史遗迹这个之前好像国家也支持嘛。对，而且文化部他们已经正在研拟要做世界遗产协定点，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就是追文化部要去完成这件事情。对，那个东西定下来，它哪些工厂、哪些遗迹要保留，是不是就会整个定下来？并不会，因为它这只是制造舆论压力。比如说像乐生好了，乐生它是在它拆的时候，它才变成市遗潜力点，那就来不及啦。它现在它也可以拆了之后，它再变市遗潜力点，那就舆论压力根本也没有办法，你拆了就拆了，复原就来不及了。OK， 对。所以我们必须要抢在之前。我觉得说那个南港瓶盖工厂啊，是目前在南港地区唯一还算完整保留下来的一个文化遗产，工业文化遗产。那如果说连这个都不保留的话，那南港人的历史记忆应该都会被完全抹灭。那如果说你把南港搞成新义计划区第二，那南港就没有什么特色了。那现在我还要花10000块钱去琉球、去 Okinawa 去看那个首里门啊，离台湾最近的世界文化遗产。那自己国内的观光财自己不赚，然后把观光财推给国外去赚，那你觉得这是聪明还是愚笨呢？